若无人证呢？上仙，按仙居规定。 以下犯上之师长重伤者，需压制天罚之定，受天折之刑而死。此类刑罚，由我吴邪公负责。还请上仙将柳梢交给我吴邪公。行刑之后，可以收回他的药灵神元，另择刚正善良之人。 我一起记住。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。但我也说过，今日之前，我从未去过无极谷，也没有离开过后山。 老柯，我问最后一次，你信我吗？你总要给我相信你的理由。因为陆离一直都信我，就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、耳朵。 他都会信我，歌儿，怎么能容他在大殿之上欺骗于你？陆离不在了，再也不爱。 也不行，住口！楚贤，把他押到天罚之地受罚。是。你我既有过纠葛，我便留你全尸，改冰灵眼梦之刑。 你会在梦魇中痛苦而死，人总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。原来，在梦魇中死去，是上仙给我的恩赐。那我真要感谢。 三界至高无上的洛歌上仙，爱莫大于心死。真相与我无足轻重，洛离不在。 都不知。